中央龙镇年镇接待来空，票价龙镇给三兆两千多，超超两千，公共商，头八年八十来日老早路个塘边，瑞阳街街那站面最多话费嘛生意，团队提出公开空商来呀，朋友多，路过都来接待有，票价老早当几十条件，吃了年饭，就上的了，区别给那么多，公共商场，巡逻车在镇压街，七八群众坐，罗里扎不用的，门店当接。 朋友及人民协助，看到通不协办的票员，那么人家从老师班那了，康师傅那了，认为这上明白，这些面对学员，多谢呢。啊，大哥。 Yes.